外给开，然后黄金年嘛，换点球换点吧，不要打到人脸上就好了，是的。哎，遥控的，你改遥控的。三七呀，三七的花朵啊。
啊，我是讲不多少钱啊，我就有习惯性多久啊。我看房间，就看看他习惯性多久。那个我换羽毛球，然后公司羽毛球打球，我要换装。你看看他怎样打，他是怎样打，大概你也要拍一下。放松，挥拍的时候。在啊，有啊，今天你跟我睡觉吗？好，我跟他谈了，哎，没人我跟你啊。
这样子死的很难看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跟圣主是姐妹，我告诉你，跟我也差不多啦，反正就一百，他比你高的时候。